今儿个呢，我是来到了这个北京的 ACE 咖啡，是一家摩托车主题的咖啡厅。它呢就位于北京大名鼎鼎的798艺术区里头。平时呢，北京的很多车友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坐一坐，聊聊天儿，互相欣赏欣赏彼此的爱车。明天就要大风降温了，所以今天可能是北京这个冬天最后一天能玩车的日子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车友都在今天来到 ACE。 北京呢，它是大城市，然后它的摩托车政策也比较开放，基本上你想要上牌总是能上的，也基本上都能开，所以不管是好车还是普通价格亲民一点车，各式各样的车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我就带着大家稍微看一看 ACE 门口都有哪些车。这一辆是凯旋的 Rocket 32.5 排量的横幅，还有 KTM 的1290北一大水鸟，还有一辆汽车是 S6 奥迪 S6 是 V8 双涡轮增压的，然后还是这一辆本田金翼大哈雷，然后这个银的春风是我的车，还是大哈雷。哈雷很多啊，因为 ACE 它本来是一个偏向于复古车型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咖啡店，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凯旋、哈雷和印第安的复古车型。这是 KTM 的1290 Super Ducar， 是个横货。看这边车还有很多，还是复古车型，很配这家咖啡店的整体的风格啊。还有一辆电动车混进来了，这一辆应该是雅马哈的 T-MAX 530或者是560。这边一家四口是围住了这个宝马 S1000 双 R， 这孩子真是男子汉，从小就是这个梦想，想摸一摸蓝天白云的宝马标。但是宝马什么意思？ BMW 就是别摸我。完了，摸了，摸了，1000块钱没了啊！1000块钱没了。这辆车我们看它改装了定风翼，定风翼是个碳纤维的，然后它比一般的 M 版还多了前后挡泥板，也是碳纤维，排气也改了，然后这辆车也属于是改到极致了。然后这里嗨，他们大概多少钱我只能瞎估，这么多碳纤维的价我就随便说了个价。后来呢，其实我在二手车平台上看到车主挂着这辆车了，可能是我说的这个价钱的下限吧。这车它应该是还是瞎说八道，还是挺丢人的。50万，40万50万，没那房子贵，这后面这个踏板也十几万呢。哦，我要买个2万块钱的车就不错了。这位男士嘛，有老婆有孩子，还是向往诗和远方，风雨自由。看看啊，这个2万。哦。嗯。咱们给他举例，像春风250SR 这种，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预算都能找到一辆适合自己的车，不一定非得多大排量，好几十万，只要能带给快乐。能够安全就是最重要的。本田的好车，哦，好车的，轰达的。今天这个宝马 S1000 双 R 真是批发哈，这儿又一辆，这个更是改了整个的碳纤维的油箱，真帅，整个的黑武士的风格。
是比较喜欢 KTM 1290，因为呢，我觉得它是街车里最纯粹的，街车 naked 和这种运动这种纯粹的感觉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是车主，真帅啊！一身橙色再搭上这是您的车吗？是今年新的还是？弟弟的 KTM 车主。刚才远远的看到的停在这边的车，一辆哈雷的大三轮大踏板，还有街霸 Street Fighter V4。 今儿逛到现在也就差不多逛完了，我们呢也坐了一会儿就准备走了，有几位俊男靓女一块结伴就要回家了。其实我觉得呢，北京的摩托车驾驶环境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好的，当然最好的可能是西安，不过北京应该是整个摩托车环境最好的一线城市了。我们知道上海是非常限制摩托车，然后深圳是刚刚有消息要解禁，就还没有发展起来，广州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呢，我觉得北京这几年像大阪的摩托车的，不管是销售啊还是驾驶人员，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升，但是某些规定其实并没有更新。我觉得应该是北京所有摩托车驾驶员，尤其是这两年新进的驾驶员，有增量的歧视吧，应该更加的保护北京这样一个骑行的环境，遵守交通规则，不给包括行人、自行车、汽车在内的各种交通参与者添麻烦，也没有什么炸街或者很夸张的打排期的行为被邻居们讨厌，这样才能促进北京的摩托车圈子更加良性的发展，也是给全国其他城市在他们考虑开放摩托车的时候作为一个正面的典型。摩托车在缓解城市拥堵方面确实是有积极作用。外国有一种说法，就是摩托车它是舍弃了自己的一部分安全性和舒适性，在客观上为整个城市节约了交通资源的占用，所以外国会有一些法律会更倾向于摩托车，比如说摩托车在低于时速30公里的时候是可以钻车缝，就是在车辆之间进行驾驶的。当然这些法律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到咱们中国，因为国情不同嘛。不过这种是咱们说发达国家积累了这么多年的汽车摩托车文化才慢慢形成了一种完善的体系，我们不必强求，我觉得就是做好每一个人，这样摩托车权和包括其他的交通在开车的时候